今天子龙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支藏族舞，名字叫拉萨夜舞。好，请看动作分解一，面冲七点站立。好，前面四拍准备，先退右脚，退右脚的同时手臂自然弯曲，注意右胯和我们的右脚同一方向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注意我们的右脚跺步，注意一拍之内要出现两声，听到了吗？下去呢要认真的练习一下脚下的蹲步啊。好，注意手呢经过一个上环棒，松弛的搭在我们的肩膀前面。好，准备，右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注意跺步呢，继续延伸，然后呢，注意右手搭手推出去，搭搭搭搭，又继续延续，右手，好，向前，收，好，我们背身给大家完整练习一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跺步走。左脚前倾，一、二、三，注意点地的同时拧根拧胯，四、五、六、七，点地的同时拧根拧胯，好，打开手，向左脚拉开双臂，拧根拧胯，打开，再来一次，拧根拧胯。来，准备，我们背身给大家完整练习一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拧个拧胯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打开双臂，行旅，好，动作分解三，注意。双环，手呢在我们的胸前画立圆，注意掌心是立圆啊，指尖向上，胯部呢向旁侧移动的时候呢，先踩脚，同时把重心移动在我们的胯关节上，髋关节啊，往里打开，逆倒，抱于胸前，身体倒回来，再来一次，倒出去，抱于胸前，注意经过半脚尖。好，上步抬手，右脚点地，平摊掌拉开到单边袖。好，右侧立掌抱于胸前，立掌抱于胸前，打开点地，左手环动单边袖。向我们的左后方，也就是我们的左侧、右左侧的后方移动，摊掌，托步，点地，移动，摊掌，点地。注意我们的重心留住，还有我们的旁腰留住，撤一下重心，拉开，顺着自己起来。好，后八单边袖，点地，落下。好，我们背身给大家完整练习一次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，打开，三、二、三、搭四、五、六，注意脚底的负点，七、八、
移动转身，拉开绿障，扣腕，点地，转，伸，收。好，动作分解四，注意手臂向旁侧画力圆，身体顺着它荡。向右画的时候呢，身体向右走；向左画呢，身体向左走。注意我们同手同脚，看到了没有？跟着这个动力来一次。好，我们演示一下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注意我们的胸口呢，可以再往后靠一点啊。好，注意左手背手，右手经过一个摊展，大腕，脚底下呢还是一样的。好，向右侧继续同手同脚同侧画一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向前点地立掌。慢慢的，注意提臀向上翘，再来一次。好，左侧，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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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走的过程当中呢，注意我们脚底下动力向下挤压，向下挤压。好，左手摊展，并步，单单单单单单单，向后。七八，向前点地，提臀向前点地，提臀。好，我们背身给大家完整练习一次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向前前，六七，一个二三四五六七，右边一三四五六七，前点。后提前点，后提左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落户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左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前点，后提，前点，后提，升。